31.256分。跌倒，曾志乔。好，因为他说他如果有时间的话，他会享受一个很慵懒然后奢侈的下午。怎么说奢侈？就是很浪费时间，就是泡一组下午茶，然后在他的小阳台上面看书。我真的很想看他到底是不是有这么的优雅，还是他是一边嗑瓜子。对，最难讲的台词就是办公室里面有一些什么签合约啦，然后合约书要怎么进行啊，这一类的很生硬的台词你不能讲错，因为他的确在职场上有一个专有的名词。鬼鬼是比较复杂一点，他是穿着狮子皮的兔子，郭雪芙是小白兔，李玉芬是小狗。是不是有画下眼线？黑，屁啦！最近看《因为爱你》，凯特·布兰奇，然后书是东野圭吾的《解忧杂货店》。5月份 Chuck 女生的封面是我，亚伦，记得要买啊。